车辆自小客碰的一声，十字路口撞个正着，结果失控再撞路边摩托车。哦，撞进来了！骑楼下的整排欧都拜仿佛像打保龄球一样被撞倒在地，一共有6辆摩托车遭殃，另外一辆自小客往另外一边撞，撞上水果摊商店家，现场惨不忍睹。我来时阵吼，是一个囡仔头流血，已经送医院了，还佫一个孕妇伫遮等救护车。救护车赶到现场，发现车上一名孕妇受伤，还有一名1岁女童头部流血，一共3位大人，1名小孩送医，所幸没有大碍。波及两房住宅。 急救护机车双方驾驶9侧，均为0。而在高雄的凯旋路上，这辆银色自小客疑似为了超车往右开，结果先撞到路边停在车格内的白色车辆，整辆车跳狗链，后车厢也飞起来，撞上车道的黑色轿车。整段画面被PO网，让网友傻眼。行驶快车道切入慢车道时，不慎撞击路旁停车格内自小客。 最无辜的就是停在车格内的这一辆车子，从后面被撞凹，还往前推挤撞上货车，现在连车头也烂了。肇事驾驶疑似变换车道不当，而且从右方超车也疑似违规，把自己撞到车子飞起来，但所幸没有人受伤。记者嘉义高雄综合报道。